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东西，就是插件。大家知道 Photoshop 之前有很多插件嘛，然后 Sketch 的话，作为一个比较新兴的软体，然后也是靠插件，然后升级而变强大的。那么目前来说，插件的唯一来源是 GitHub。然后给大家打开一下网站啊。GitHub，GitHub，大家只要搜索 Sketch Plugin 就可以了。我不知道中文的网站在哪里，但是我所知道的所有的那个 resource 全部都是 GitHub 里面的，有非常多的文字，然后非常多大家智慧的结晶与贡献。那他们是因为个体户自己设计发展的那些插件，所以它所属权和作者都是不一样的。那 GitHub 是一个综合这个 list 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大家可以 go through the list，有好多地方要阅读啊，好多好多东西啊。然后你肯定会看头晕嘛，当然你不是所有的插件都用得到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需要插件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去这个网站上搜索，那你就可以用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网站呢，叫 Sketch App Source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网站，然后做的稍微美妙一点，因为这肯定是设计师做过的，这肯定一看就是工程师写的。那设计师做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啊，就是比如说 Export Generator、Copy Paste Guide，然后大家可以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到这些插件的是用来干啥的。比如说这个什么 Arbor to PDF，就是说它比如说有个插件可以让你一键从 ARBOB 转成 PDF，让你快的飞起来，就像我们的 vivo 手机一样。我并没有拿他们的赞助费啊，我随便说的。比如说这边 Find and Replace Colors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想要快速的填充以某一个颜色，那你就用这个插件，然后让你填充的飞起来，就是快嘛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卡片式的插件，你点击进去之后，它依然是会带你去 GitHub，然后这边有 demo 会告诉你这东西这玩意儿是怎么用的，还有快捷键，所以好好用哦。然后你可以直接在 GitHub 上 download，然后它告诉你怎么安装了，你只要把它下载以后，去 Sketch 的 plugin 一个 folder，然后把它粘复制粘贴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们以前刚开始用 Sketch 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。看起来挺无聊的，就是不停的复制粘贴，然后你就可以打开 Sketch，就可以用了。举个例子，你把它下载以后装到你的那个，根据它的路径粘贴好之后，你可以打开你的 Sketch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它就有一个 plugin，然后它里面有个 manage plugin，当然你就是可以 get plugin 啊 whatever，然后这个是 Sketch 本身的 plugin 的网站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也有很多很多没有图片的，就是名字，然后作者也有，然后或者不是私人的，是公司的，你也看到是 Ink 嘛，也是有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，当然这个只是 preference 里面，然后你到 plugin 里面去，然后你就可以，你装好之后，你就会在那个菜单栏里面看到你所安装的插件，然后你就可以用了嘛。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逻辑和思路。然后呢，后来又出了一个新产品，是这边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的，叫 Sketch Toolbox，就是这玩意儿。这东西，它是把 GitHub 里面的东西都整合在这个软体里面了，它是有个桌面的 desktop app。大家下载好之后呢，打开这个 Toolbox，然后我把 Sketch 也打开。然后你打开这个 Sketch Toolbox 之后呢，你会看到它有 installed 和 all，all 就是说它把之前那些 GitHub 里面东西全部都装在这里面了。然后你只要轻轻的点击 install，你就可以用它了。那这个就便捷很多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大家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，然后以做示范吧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 Android。当我搜索 Android 的时候，我搜索，因为 Sketch 只能导出 iOS 的123X，但是它并不能导出安卓的那些 MDPI、XDPI、2X and 3X 以及 HDPI 这五套安卓的assets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有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作者用了这些不同的插件。
因为这个软件比较新，这些软体呢，插件软体又是私人写的，所以这边的评分并没有很标准。但是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，第一个搜索出来的有274个星星，已经是很高的了。你只要点击 install，它就会自动出现在你的 Sketch 里面，你只要摁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看来源，它因为它是在 GitHub 上面的，然后这个来源的网页也是在这里，它有很详细的解释，以及一些安卓狗给大家写的一些解释，包括如果你要手动安装的话，应该如何操作啊，训练大家的英文阅读水平，逼自己一下嘛，没差。然后当你安装好这个 Sketch Assets 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关掉了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跑到 Plugin 里面，哎。已经在 plugin 里面了，那是你怎么使用这个插件呢？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。假设这是你一个标签，然后你只做了一个 MDPI 嘛，然后你要导出assets 给工程师，那安卓要导5套嘛，你怎么导呢？直接走去插件，然后写 generate Android assets，然后它就自动跳出来一个对话框，然后我们跑到桌面吧，我先把这个。我们先建一个新的文件夹，比如说叫Android，然后这个 label，比如说叫 warning label，然后我把这个文件夹建立之后，我就点 open，自动的5套 HDPI、MDPI、XHDPI、双 XHDPI、3XHDPI 的。全部都已经自动导出了，然后大家可以进不同的页面看 size。你就说5套都导好啦，你就不用手动导啦。所以这简直就是棒棒的，快的不行呢。所以安卓就这么导完啦。然后你要导 iOS 的话，我们之前也教过大家嘛，exportable，然后加 EX、2X 以及 3X，这个是默认的 iOS，这比较简单，你不需要插件，你就可以直接从 Sketch 里导。那刚刚的安卓只是一个例子，里面还有很多的插件可以让大家 explore。然后我之后会给大家再介绍其他的插件，这只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安卓的插件，几乎每天都用得到。那如果你想用，还有一个叫 measurements 的插件也非常好用，就是大家安装好之后，你的那些尺寸都不用量了。所以下节课我们会继续介绍。然后插件的话，可以无限扩大可能性，把 Sketch 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逼格。刚刚不会静音吧，贝？Anyways，希望大家使用插件愉快。然后这个 Toolbox 我是非常非常强烈推荐的，大家直接从这里下载，它有非常强的 GitHub 的原资料都在里面，不需要跑到其他地方去搜索了，因为其他地方的源头也是 GitHub。所以非常感谢那些提供免费资源并且设计插件的人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就到这儿，拜拜。